我是探长，当你刷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驱魔。我准备收拾陆东法，但是一只能控制雷电的恶魔。我用糯米水在天台画符，这是所罗门阵法。我计划以力符为诱饵，等他踏入阵法，配合以诺文一举歼灭。正说着，电流响动，我知道他来了，是门卫。显然他已经被附身，骷髅头若隐若现。陆东法竟然嗤笑着钻进了阵法。我匆忙切断电源，念起了以诺文咒语。门卫浑身冒着白烟，陆东法被我驱逐。 但是在抬头，竟然变成了我的模样。只是更像丧尸般。我阴影有种不安。陆东法放肆地嘲笑我的咒语，然后他破坏了变电箱，电缆化蛇缠住了力。陆东法双手举天，他在吸收雷电，双眼已经化为实质。事不宜迟，我拿出了信号枪，东城狮朋友看见了我的讯号，他黑掉了整座城市的电影，这才是我的杀手锏。很明显，陆东法慌，我引燃了阵法，圣灵火焰困住了力，力火也趁机跑了出来。我大局在握，但变数在即。陆东法竟然幻化出了阿拉。 阿拉斯加，他是我的心魔，我害他永世不得超生，我很痛苦。准备解除阵法，但力符唤醒了我，他用圣器识破了幻境，我很生气，满含愤怒的念动了咒语，我要将他们打回地狱，阵法会融，他们化为了灰烬，一切尘埃落地。我赢了，却浑身无力。我发誓我要弄死撒旦，救回阿拉斯加。昨天力符走了，但他留下了占卜的地址。 红点代表的就是魔物，驱魔仍要继续。下一站，我要消灭矿产哥布林。